哎呀，这嫉妒真的让女人发疯啊！不是你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说怎么回事啊？我说周茹，以后你长长脑子行不行？你咋那么傻呀、啊、你？不是你现在是不是在办出国呀？我是在办出国，怎么了？不是你办出国干嘛呀？大学装不下你啊，还要出国还要去美国？你去美国干什么呀？我要去找阮若水。找阮若水？这半年多我是冷落了邱慧敏，我也不想那样，可我没办法面对他。这些日子我眼前晃的全是我那儿子的影子，算起来那孩子现在得有五六个月大了，估摸着都会满地爬了，可我是做亲生父亲的，连面都没给他见一次，你说我活得有多失败？你要说想看儿子，那还真得去美国。可这你怨谁呀？是，我怨不得别人，我只能怨自己，我恨我自己。在没这孩子以前，我心里对阮若水是有愧疚，有时候想起来，这堂里边就像烧了一把火似的，烤得我难受。可我还能忍，可自从看了那孩子的照片以后，我忍不了，我已经对不起他妈了，我不能再对不起这个孩子，我一定要去找到他们，一定得去。现在学校有个出国名额，整个学校只有一个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我必须把它争取到。五儿，啊，这事你得帮我。我怎么帮你？你帮我稳住曲慧敏，他这人嫉妒心强，现在又在省里工作，他是那种做糖不甜，做醋肯定酸的那种。再加上他爸是咱们这地区的革委会主任，虽然现在降成副职了，但说话也影响力很大。出国政事那是一大关。我听说省里现在是有文件的，咱爸这种情况可以摘帽了。要是他爸能说上话，这事儿肯定很快就能解决。不瞒你说，这事儿我知道。曲慧敏啊，把那个文件都给我看了。所以啊，要这问题解决了，咱妈他们都可以回城。那是肯定。可我现在和曲慧敏的关系，你也知道，我跟他说不上话。只有你能帮我。哎，你啥意思啊？我帮你把他给稳住了。哎，你不是让我骗他吧？哥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可是你女朋友，也是我嫂子。什么嫂子？我跟他又没结婚。嘿，哎你，我跟你说啊，曲慧敏把你们俩的事都告诉我了，你都把人家你，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啊。不是你啥意思你？你把我看成啥人了？我咋跟那个……行了，跟你开玩笑呢。你看你那酸脸。没吃饭了吧？走，带你吃面条去。我不吃。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不是你把我当啥人了？我……哎，行了，逗你呢。来，吃吧。你的呢？我不吃晚饭。为什么呀？哎，这不是为出国做准备，攒点钱。我这饭票吃不了，都卖给同学了，打八折。那能省几个钱啊？嗨，省一个是一个吧。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咱妈他们能吃上饭就不错了。我要真的出去了，头几天总得有钱吃饭吧？阮若水挺有钱的。废话，我能花他的钱。我要真花他的钱，估计连我儿子都看不起我。你看好周武，我一定要凭我自己的能力，给他娘俩一个幸福的家。哎，我以前在资料上看，那边的人可以半工半读，只要能吃苦，钱好挣。我什么苦没吃过？那倒是，看这样子。你是吃了秤砣，铁了心了要出国了。你想没想过啊？曲慧敏怎么办啊？两害相权取其轻吧。其实曲慧敏是个挺好的人，就是现在有点钻牛角尖儿。你还怪人家？
哎，不是，不怪他，要怪都怪我。有时候想想，我都想自绝于世。你说我活了20多年了，怎么说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吧？可就在这男女问题上，我一错再错，我有能力，有毅力，也能吃苦。 有些事儿实在是做的太缺德了，哥，直说，我怎么才能帮你？不，不用你帮了，真的。我已经不是人了，不能再干那些缺德的事儿，顺其自然吧，慢慢吃吧，啊，吃完早点回学校。 多看点书，别在外边瞎晃荡。那账我已经结完了，我走了啊。来了。 周五，你可算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呀？我这儿除了你们哥俩，谁还知道？现在你哥不来了，也就你了。快坐，我刚做了面条。哼，还真香啊！不错吧？告诉你，我都够厨师资格的。切，别吹了，你要是再叽里呼噜的时候啊，手里做饭最难吃。切，跟你说你就不懂了吧？切，软弱水做饭好吃有用吗？我跟你说。 在哪山就得唱哪歌，快坐快坐。哎，你尝尝。我不吃了，我吃过。学校那饭有什么好吃的？尝尝我这个，还有荷包蛋呢。我不是在学校吃的，我是在饭店吃的。跟我哥。哦，从他那儿过来。啊，不吃面，陪我喝杯酒吧。对，酒也不喝了，我找你来呢是这样，我跟。哎，你要不喝酒呢，咱俩就没什么可说的。不是。 说今晚上寿良不回来吗？别闹！你爸，我是稀罕稀罕孩子。哎呀，孩子太俊了，长得像你。要是个男孩就好了。啊？咋了？ 吓着了，那个我妈呢？啊，串门子去了，甭管她。她呀，不顺心，你不是生了个丫头吗？说她不伺候你了，大明儿起来让你做早饭，那哪成啊？不说她了，她跟我赌气，上她兄弟家去了。行，明儿早起我做饭。哎呀，做不做饭是小事，关键是呢，我们刘家两代单传。 现在有提倡要一个娃儿，爽儿，这独生子女证，你是领不领啊？领吧。那我们刘家不就绝后了吗？爽儿，我豁出去了啊，就是饭做不，再来一个。那我跟大壮商量商量。你跟他商量啥呀？完蛋活一个。爸，你说啥呢？您是老辈儿，又是干部，我够给您面子的了。
以后没事别来我这屋，要不然的话，别怪我挠你。你哈，这丫头蛋，反了天了你！你别过来！凭什么挠我？我砸你了啊！你就挠我！别过来！挠哪？你别过来！你出去！放开！放开！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过来！打我！我他妈叫你八回，叫你八回，叫你八，叫你八回，叫你八回！我他妈叫别了！你知道啥呀？你就老犊子，杀了你！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宋伟，宋伟。宋伟，家丑不可外扬，闹出去我就真没法活了。干啥呀？他呀，他呀！错。告诉你，咱分家了啊！壮儿，别听你媳妇一面之词，这事儿她不……别废话，你就同不同意吧？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咋分啊？跟上次一样，以后你俩不许上我们那屋，我俩也不来你们这儿。等开春了，把下屋收拾收拾，你们上那儿住去。你说啥？你们住上屋，我们住下屋？我就问你行还是不行？行行，但有一条，大壮，不许出去啥都说啊！你不嫌磕碜，人双还嫌磕碜呢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定就定。妈的，养一白眼狼还瘸不浪叽的！呸！臭不要脸！哎呦，再来一杯！哎呦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我都喝迷糊了。嘿，你在青青铺的时候不是挺能喝的吗？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我一见着酒我就晕。何老师吓的？瞪那么大眼干嘛呀？吃人？你这人没劲啊！你怎么接人伤疤呀你？那是因为你有疤。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那你爱咋说咋说吧。其实有时候不是你想的那么坏。我刚才找我哥了，我哥跟我说了，他出国跟林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林雨是谁的都忘了。快，你呀，你就是个傻瓜，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呢。你知道我跟他之间什么时候开始不好的吗？就是从我告诉他林雨要出国留学之后，我当时心里憋气，全省就一个名额，凭什么让给他呀？哼，好嘛，这说着无心听者有意的。不可能。我哥想出国是想孩子，想出国看看孩子。那照片你不是看见了吗？爱谁谁，是你哥让你来劝我撒手的吧？不是，真不是。我哥刚才跟我说了，他觉得自己特别的缺德，特对不起你。我听我哥这么说，我心里挺难受的。你好好想想，那原来我哥多骄傲的一个人呀，他现在这么评价自己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可以啊。啊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得跟我好。哎呀，你就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你怎么这样啊？现在变的。哎，我没闹啊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行啊？那软若水的事儿，你为什么就能担啊？我也是被你哥祸害过的人，我比他差呀。你喝多了，你是不是？我没喝多。
心里清楚得很呢。周五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状况，我不会要求你娶我的，但我要心里有个安慰。什么安慰啊？哎，你是不是要破罐破摔呀你？对，我就破罐破摔了，怎么了？我把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你哥了，他想一走了之，哼，除非拿你来换。为什么我呀？为什么让我换呀？因为稀罕你。我们护理好几个女的都可稀罕你了。别胡说啊，扯淡吧，大小号。真的，你这人吧，没什么坏心眼儿，老实巴交的，招人稀罕。不过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别不高兴。你这人呢，就适合谈恋爱，不适合当丈夫，因为你属驴的，得顺毛妈子。可这社会谁有空妈子你呀？啊，那对对对对，你们说的特别对，说的挺准的。不是我说的，大伙儿讨论的。再干一杯。我不喝了，喝不了。我哥出国的事儿，你能不能不使唤？我有这能耐吗？哎呦，你就发发善心吧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那我哥毕竟有孩子呀，那叫两害相权取其轻。这是你哥的意思吧？哎，不是，是我的意思。你可说不出这种话。行了，回去告诉你哥，他的事儿我不管了，从此以后我们俩各奔前程。真的？嗯，咱说定了。嗯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别，你呢？哎呦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哎，你就当发发善心行不行？我要是发善心，可真饶不了你。你不是上访吗？这事儿我能帮啊，但不能白帮。曲月敏，咱俩原来是一个户的，是不是？嗯。我说话你可别介意啊。啊，说。我发现你现在变的啊，就变得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变得怎么了？这是啊。我就是比你们所有人先走了一步啊。这个社会啊，迟早会变的。哎，改天你上我家去，我给你看看录像带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现代化生活。哎呦，不，我也不想见识。我跟你说。我真挺担心你的，不就现在你这思想，我跟你说，你在你们单位早晚得出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太不了解我了，别说是在单位，就是在你哥面前，我都没在你面前这么轻松，装正经，我比你会。那真是太好了，那我哥的事儿说定了。那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周五，你今儿要在这儿陪我喝到天亮，上访的事儿。我明儿就给你办。我要陪你喝到天亮，你就帮我办上访的事儿。我不用你办上访的事儿，我哥的事儿啊，你记住了就行了。走了。同学们，请把书都翻到26页。周五，出来一下。董大爷，您找我？不是我找你，是一个姓姚的师傅在晨练时病倒了，就在广场亭子那边，要你赶紧去一趟。哎，他这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刚才我从那路过，我谁认识他啊？我也不认识呀。关键是，你说这家里人怎么摔倒了？这个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晨练的时候摔倒了。啊！哎，姚师傅，姚师傅，哎，姚师傅，姚师傅，姚师傅，怎么了你？啊？姚师傅，是这个吗？快帮我扶一下。来，扶起来。你慢点啊，哎，慢点。哎哎哎哎，没事，行吗？啊，行行行，没事。哎呀，哎，好好好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哎呀，哎，周五啊，哎，别忙活了啊，今天多亏你了。还是您教的好，不然的话呀。
我也不敢在百会穴上下那么深的针。哎，你今天找那三个穴位啊，还真准。进针的手法也不错，看起来你是没有少练呢。是，没事的时候我老扎着玩。学医可不能有玩的心态，人命关天呐。这我知道，我给说秃噜扣了。什么叫秃噜扣了呀？哎，周武啊，我这个病说不定哪天还犯呢。我有件事想求你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，来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这两本书可是我的传家宝啊，你一定把它给我带上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能做到。好好好好。我们家世代为医积累的这些经验，要是一把火烧了，多可惜呀！周武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每天放学上我这儿来，帮我做做饭，打扫打扫卫生，然后你就坐在那儿抄书。我死之前，你能抄多少，我就传给你多少，剩下的我就自个儿带走了。你看行吗？行，听您的，怎么都行。好吧，好吧。气管子，啊，没看见呢。哎，这不在这儿呢吗？爸，都没气了，把着。哎呀妈！这齐老的邪乎，这扎了吧？这得补胎呀。昨晚上还好好的呀。谁知啥时候扎的呀？那今儿公社开分配会，你这咋去呀？新来的焦书记可邪乎了啊，不能迟到。哎呀，这咋整啊？双儿，要不坐我车去吧？不用，不用吧。啥不用啊？那迟到了，焦书记非 K 死你不可。走吧。好啊，快点。刘主任，你们爷俩上哪儿去？公社开会，双自行车坏了。看人的日子过得多红火呀！那可不，人家周双也算掉到福堆里了。双儿，冷不冷啊？不冷。要冷就往我身后贴点啊，挡风。没事，不冷。双儿啊，那天的事儿，爸喝酒了。啊。哎，我这一辈子呀，外人看着风风光光的，其实我是哑巴吃黄连呀。你看你妈那模样，走道都散架吧。你说我跟她过日子咋整呢？你说。哎，你怎么下去了？爸，我腿麻了，你先走吧，我活动活动。你看你，爸这不是没拿你当外人吗？说两句贴心话。哎，得走，我不说了啊，这回行了吧？来来，上来吧，好，我不说了啊。哎呀，这大半道的下去了，让别人瞅见怎么想啊？那还以为咱俩咋地了似的。行，我啥也不说了啊，上。周双，想迟到啊你？上坐稳了啊，不行搂着我腰。
往里抬。好啊，把那个二等和三等的分开。你们这一车卸完了，再去把那车卸了。大柱，我那送来了，我的。你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去，快。大柱，大柱，我们来了啊。停那儿，停那儿，停那儿。好，好，好。别往这边了，不是您那儿停。好好好，哎，好嘞。卸完这车再去卸外头那个啊，大柱，我们这车卸哪儿啊？哎呀，一遍一遍催，这么老多车，你没看见呢？着急吧。二等吧，啊啊，拿这个去取验水的结果。那边好。哎，大柱，九柱，走。哎，别，大柱，我这都新口的，来来，扎这，这口没封，底上下是不是不一样啊？那哪能差呀？绝对一样，不会差的。来来，抽。哎，能抽烟吗？这会儿？我忘了。对，今年产的玉米这么好，那肯定，咱那都核套地，那地特别有劲，地肥着呢。大壮，那不你媳妇吗？哎，你干啥去啊？那个去公社开会。你自个儿车呢？车胎扎了，我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啊，回头再说。哎，看着大壮媳妇长多俊。哎，大壮，大壮。看你媳妇长多好看，你看你俩过的多红火，这小日子让你给过的。哎，大壮，哎，我这新口的大壮，哎，别，你这叫底上线一样啊，糊弄鬼呢。三等啊，别，大壮，你别呀，你看，哎，开饭喽，开饭喽，哎，吃饭，哎。拿吧，二百元。嗯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嗯，吃饭。嗯。别忙活了，先吃饭。先吃饭。啊。嗯。哎，那这棋出局啊？嗯嗯。您这包子苞米面的，嗯，苞米面，我来一个，嗯，哎，嗯，泡马，嗯，对，泡马上去，嗯，哎呀，你可别指了，来，借给你，哎，那谢谢了啊，我再来一个，来一个够了，这好啊，白菜粉条馅的。这棋您得加炮了，真的，你不加炮丢子儿，真的，加炮，您看，对，哎，你怎么两边这样？哼，周五你来，哎，坐这儿，你消停吃，哎，够不够？我给你点儿。那不用不用，够了够了。哎，你成天赖在这儿也不是事儿啊，听姐话，回去吧。我上哪儿去呀？学校放假了。那回家呗。你就甭提这家了。我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爸出车祸了，我妈呢，就为这事儿脑淤血，一下瘫痪在炕上了，现在全家就靠我妹妹一人养着。我妹妹年龄那么小，也挣工分啊，就为了当个出纳，跟主任的儿子订婚了。那主任的儿子呀，还是个瘸子。您说，我回家看这么一大家的人，我心里边闹不闹得慌？我现在做的事儿啊，就是尽快的。把我们一家的人从乡下搬到城里来，这样我这心里面还能舒服点。姐，您得帮帮我。哎呦，我不是不想帮你。我那就反正可以。哎，您先慢点，一会儿我上啊，我上。可你成天耗在这儿也没用啊，晚上住哪儿？我现在住啊，那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大厅。吃啥呀？我中午在这儿吃的，早晚都不饿。要说你也够不容易的，挺让人同情。哎，但是现在虽然省里文件下来了，
文件上要求要区别对待，逐步解决，具体怎么部署还早呢。是，这我都知道，文件我也看了，我在这等着呀，万一那部署一下来，那我不是第一个吗？周五啊，其实你再这么瞅着，不如去你爸妈的原来的单位去找一找，看看当时为啥定的是坏分子，这中间看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如果有，那咱就好办多了。姐，这办法行？这倒是个好办法，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，那啥，中午吃饭还过来，然后我们大家一人省一口，就够你吃的了。那行，那我回去看看去。啊，我把好好照顾。我这你甭管了，一会儿我自己刷。行。哎，这谁拉琴呢？拉这么好啊！我们团的大弦儿正病休呢，癌症。哎，周五啊，这就是你们家当年住那房子，还记得吗？有点印象。快点，周五，周双，哎，这样，周五、周双，你们两个谁捡到谁就先玩。周五，你快点往这边飞。哥，你不用担心，飞完一会儿飞到哪儿你找不着了。鲍师傅跟你们家是邻居，你们家搬走之前呢，你一直跟他学琴，这个还有印象吗？鲍师傅，我记得。当年揭发你爸的材料就是他写的。详细情况呢，你就跟他了解吧。哎，这边。哎，鲍师傅，我团里还有点事儿，你们爷俩先聊着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您慢走啊，慢走。鲍师傅，把左手给我。琴你还在拉？啊，农闲的时候我就拽两下。拉两下我听听。这京胡我不行。拉。哎。这胡琴好像跟我那胡琴是一套的，拉。还行吧。对了，你爹妈还都好吧？那个，我爸已经死了，车祸。我妈一着急，脑溢血，现在瘫痪了。好人呢。你的亲妈，艺名叫小海棠，有三把琴，是她祖父传给她的。那一年，小海棠家里出了事，小海棠担心这三把琴，就把琴藏在我这儿。我俩当时正在悄悄地恋爱。在他们调查我之前，
我跑了。实际上，我是带着那三把琴躲到了顶棚上。那三把琴可是无价之宝啊。半年后，小海棠晕倒在给我送饭的路上，团里人把她送到了医院，生下了你，早产。几天后，小海棠实在受不了，我们吃了顿团圆饭，准备一同赴死。周团长闯了进来，他知道事情的原委后，答应认下你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是说你是我亲爹？那你为什么要揭发我爸呀？我没有办法，为了戴罪立功，也为了保住这几把胡琴，这也是跟周团长商量好的。这简直是混蛋啊！这是胡琴，就为这胡琴啊，就为这几把破胡琴，你们害了多少人呢？你们这么做值吗？那小海棠呢？不知道，他逃走以后就再没了消息。后来有人传言说是去了南边，也有人传言说是去了香港。那胡琴呢？送给了你一把，这儿有一把青胡，箱子里还有一把狗胡。你们这么做值吗？不知道。你妈说这几把琴都是国宝，是从皇宫里出来的，不管它是从哪儿来的，我这辈子再也没见过比这还好的琴。那我爸图什么呀？你爸他是团长，他当初只是想保住我这个琴师还有小海棠这个名角。在那个年代，如果真把这几把琴抄出来了，哼，那就是反革命的孝子贤孙，再加上帮着藏匿罪证，那至少是要坐牢的。其实他随时都可以犯案，可是他没那么做，到他们家被下放，他都守口如瓶，连他老婆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哎，王叔，那你愿意替我爸翻案吗？我愿意。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做这件事，可是我不敢，除了要保住这几把琴以外，我承认我还有私心，怕把自己给掺和进去。现在无所谓了，我得了癌症，大夫说活不几年了，如果你要同意，我愿意。我有什么不同意的呀？如果要说出事情的真相，那就必须要说明你是我的儿子，恐怕还要做一些医学上的鉴定，你同意吗？那就是说以后我还得管你叫爸呗？到时候大伙都知道你是我的儿子了，叫不叫的随你吧。翻，这案必须得翻。你是不知道，原来啊，我还有点恨我爸，我甚至恨我妈，恨我哥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他们受了多大的冤枉，他们是多了不起，他们做这一切呀，我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报答不完。翻，这案咱必须得翻。